来比第二次，可以。加油！加油！来远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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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别别，先不要，好好丢就可以了。我来比第二次的投掷。想一下，想一下。有没有机会破大会纪录呢？左撇子的 YT 这一支，这一支，给他第一投球，就看最后的测量成绩如何了。蓝队8.34。在第二棒呢，红队的文宇飞是6.46，黄队的壮壮是6.65，而据蓝队的 Lucky 是8.34，只距离呢李佳蔚的大会记录啊，只少了23公分而已，不过呢，超过8米已经了不起了。对，已经非常厉害了。红蓝两队呢，目前是相差26公分而已，目前领先的是红队。接下来就看第三棒的男生表现如何了。哎，黄队的徐伟泽，加油！哦哟，接近十米了。很有可能在第三棒就有一些战况的变化咯。是，蓝队成绩12.49。橙队13.35。黄队14.5。是25.77，红队是26.89，黄队是27.35。目前呢，红黄两队呢是差距了46公分，由黄队实现了第三棒的逆转。1, 2, 3, 4, 5, 6, 7, 8, 9, 10, 11, 12, 13, 14, 15, 16, 17, 18, 19, 20, 21, 22, 23, 24, 25, 26, 27, 28, 29, 30, 31, 32, 33, 34, 35, 36, 37, 38, 39, 40, 41, 42, 43, 44, 45, 46, 47, 48, 49, 50, 51, 52, 53, 54, 55, 56, 57, 58, 59, 60, 61, 62, 63, 64, 65, 66, 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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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7, 58,
放松，然后稳定，然后我马上就好，深呼吸一口气，推，就这样，反而不要想会表现会比较好。